今天就这样子，就是给义工说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应该够了。那个帮我拿。好了。给哥哥。给义工。那造成问题啊，他有点。第一位，
没有。你先讲，因为我讲安全部分讲。讲很多。他今天发生太多。是不是有那个什么？以后不管分配到外场内场的，不要只让一个人在做收拾跟布施的动作。我今天分到外场在做收拾，只有组长在做收拾。对，他没关系的，分工合作。关机，不能关机。不能关机。电一下，来吧。你把它关掉。好，我现在都你喊，我不要你每次。